好，电影《台北追妻令》在这个月底正式要上大荧幕了。那么今天在下午的时候呢，在信义威秀这边举行了他们的首映活动，包含里头的主演像是韩哥、张晨浩、桂纶镁以及导演等等的，甚至是作为这次监制的明导卢贝松都特别现身在红毯这一边。尤其刚刚收到的时候 ，TVBS 也访问到了桂纶镁，他对于这一次前进好莱坞他的心得怎么样？马上带你来听。我其实一开始收到邀请非常荣幸，然后当然也受宠若惊，然后。但是我给我自己的任务就是不要丢脸，然后不要拖大家，不要拖大家的后腿。所以其实我在前置的作业我也准备了非常久。我觉得是英文台词的部分，因为几乎95%都是英文的部分。那我可以读得懂，但是如果要用英文台词去把情感传达出去，我觉得不容易。但我觉得卢贝松先生真的帮我很多。好，桂纶镁提到说，其实在这一次他当中觉得最克服、最需要花时间去克服的地方是在他的英文这个表达能力上，因为说不只是要在英文之外，还有他的情绪上相对也要到位。那么其实他在这一次合作韩哥、合作陆克一凡是他们说哇，其实他们在片场当中都像个大男孩一样，非常的亲切。当然也在这次作品当中他自己学到了很多，也期待之后会有再有更多面向的角色可以来跟大家见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